近日，由罗志良执导、尔冬升监制的悬疑侦探电影《消失的子弹》在上海举行了首次发布会。该片汇集了谢霆锋、刘青云、杨幂、吴刚、井柏然、廖启智等实力派演员，因此该片自开拍起就备受外界的关注。当天的发布会特别选在了该片的背景——民国时期国内最大的兵工厂，片场内到处陈列了许多枚子弹，倒是与影片的片名颇为契合。虽然当天主创们没有透露太多关于电影的剧情，但是刘青云与谢霆锋两大影帝的亮相足以赚足了媒体的眼球。当天众主创纷纷着戏服上阵，霆锋更是腰间佩戴了道具枪，显得十分抢眼。在片中，刘青云扮演一个不精通功夫、打不准枪的狼狈神探，而谢霆锋则扮演一个有勇有谋、聪明过人的警察。两大影帝一改以往荧幕形象，打破常规，组成了铁血警探二人组追踪谜案，写得噱头十足。而谈及首次与前辈刘青云合作，站在一旁的谢霆锋瞬间变成了小粉丝，表现得很谦卑，并称能与刘青云合作是自己入行11年来的心愿。对，对我来说是很荣幸、很幸运，可以有这次的机会。因为其实没想到在入行11年，也是第一次跟他碰面。其实跟他合作，我觉得是一种怎么说，认可，就是在啊，你终于可以看到刘青云了。就今天我能跟他合作，我觉得啊，对自己有稍微的一点交代，啊，可以跟他这样的也真的尬戏这样，有非常安慰，很开心。同时也一直还在学习，觉得多，所以有很多场所没，就算没有我的戏，我都会跑来看，非常重的压力，但是同时也在享受，也在学习。最近网上一直流传谢霆锋与张柏芝重修旧好，正是因为一张两人离婚后首次合影的照片曝光，其中还有他们的大儿子 Lucas。 对于这张照片，两位当事人也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。虽然当天谢霆锋对于复合传言只言片语，但是从现场霆锋的玩笑当中不难发现，谢霆锋已经不再避嫌所有关于张柏芝的问题了。我本来说带一把真的上来，就说如果有谁问一些不好听的问题，我就把开一枪，他们马上把那个枪收起来了。所以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，所以我没带枪上来，就是这意思。我现在这里说啊，不是没事没说的东西啊，那好怪。想问一下霆锋，就是很多人挺希望你们两人复合的，您自己怎么看？对，我想问一下吴刚先生。不好意思，这个他已经问吴刚先生，你就不要接嘴了。